是嘛是咱一贯的咱今仔日咱遮的这个文化，吼、哦，啊，表示讲咱这个一贯的是从历代祖师有师祖，唔是迄个无师心的就对了吼、哦。所以咱这是有师的师传，啊，十个天台祖师，那要祖师介绍甲了，然后这一波介绍会了啦，每一个一个介绍，一波介绍会了。哦，那么呢，咱今仔日就是讲，较简单，较整体化，啊，一寡重点的，甲恁介绍一下，安尼就好啊，吼、哦。咱即阵叫做伏羲神王，所以即阵叫做东方，哦，东方第一代祖师叫做伏羲先生，啊，伏羲先生，啊、哦，啊，因为咱有个人叫伏羲大帝。啊！你为甚物叫做伏羲先生？哦，未成佛也是先生。哦，啊，所以咱拢叫做怎叫做先生？凡是东方家咱拢叫做先生。哦，所以第一代东方先生就是伏羲。第二，这个是金龙炎帝。好、哦，这个叫做炎黄公帝。这个叫做萧何平帝。这个叫做颛顼先生，叫做五帝。那么这五尊，我讲什么我就讲一个经验啦吼。当时黄秀敏黄立发委员带叶世南一个博士来到遐，我来讲先讲先对人解释。我先一个解释讲，这个叶代表伊就甲我讲，啊，这种假啦，拢骗人的啦，吼、哦，咱中国历史话拢人写啦，日本的嘛拢安尼做来啦。无自信啦，吼、哦！迄个时我来甲讲，其实啦吼，那日本的无自信，是我唔敢甲你讲。要是咱中国的历史讲这无自信，我袂肯定，我袂接受。吼、哦，安尼啦吼，我讲我袂接受，这是咱的生命上底，但咱看不到遐，了解不到遐，所以咱甲讲历史当中甲我讲讲起拢假，安尼啦吼。所以我来甲讲。我话啦，内心上不甲平衡啦，我也讲三句话啦。我四卡，吼、哦，这我不可故意害者，苦矣呀。讲这四卡，你不再甲我害，你甲我害，讲害到我，我害我就唔怕的。因为一心都拢伫迄个心啊内面啦，你甲我害，你害到，对不？吼、哦，那有一日我大水顶下来，大雨飘出来。伊去到，你若伫咧遮要去发害人，嘛是困难的。好、哦，所以你讲讲，这话不可故意害者，苦矣呀。好、哦，这下场不可故意兵者，重死呀。下天的堂，你若讲兵，伊讲我唔知，我唔知，迄兵先做啥，唔知。就亲像咱新加坡的杜清辉，当然台湾以前。伊讲啊，恁台湾气候，喏，我阮台湾真寒哦，迄个真寒冷哦，又啊寒，坐倒安怎，我就袂晓甲讲。尾仔我寒，坐倒安怎，我袂晓讲。哈，寒安怎寒，我唔知，恁大家哪去感受？哈哈，即摆大家一日寒，哦吼，寒得出来好，出去会烧汤。啊，野鼠会打架。诶，恁今摆看到野鼠会打架？诶，然后一日寒，出去会心疼啊。伊就话讲野鼠会打架，野鼠伊讲啊，哦，安尼寒到死啊，对啦。所以伊今物内底大人拢讲过啦，寒野鼠会打架，哈，安尼叫做寒啦吼。所以我一直甲讲安尼，讲气象不可故意变呀，重视呀，确实不可故意多加，所以到，确实就是讲，这要受到正当教育，无咱中国文化传统的人，你甲讲多，伊讲我。所以教就是伊的教育无够，安尼啦吼。所以我是讲，安尼可能咱咧话读书会听有啦吼，啊就同安就较无一定反对讲，即种假啦吼，安尼啦吼。啊所以安尼以后我来讲，讲自咱伏羲啊到这个天地经过，差不多1100万，你讲1200，这个位你讲1200年啦。那这1200年的当中，无形中五行相生。所以五行相生，啊，所以咱中国为甚物甲咱制定春天开始，一年开始对开始，春啊，
春天开始，啊，所以春属木，属金，属青，所以春天万种树木就欣欣向荣。所以第一个性情，第一个这个历代祖师就对伏羲开始，所以伏羲叫做东方青帝，东方青帝，伊属东方青帝。哦，因为伏羲属东方青帝，伊属木，木啊属土，哦。啊，因为木木会生火，木会生火，对无？木生火啊，所以木生火叫做神龙炎帝。一个是神龙炎帝叫做五谷王，所以呐，咱也去庙里看五谷王，迄、那个面上红的迄个五谷王，一个面乌的叫做药王，药王。所以迄个叫哪？迄个叫神龙四个特。啊，是农事的事，这是知影讲感恩足多，感恩足多啦。所以伊嘛了解大事，喜欢乱多，所以伊食感恩食一个煞偏好的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若要甲讲个，咱若去别人看到迄、那个上负面的就是叫做药王。吼、哦，遐若看到方面呢，就是五谷王。吼、哦，安尼就对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阿我为这尊廿七岁的，这是叫做五谷王，哈哈。啊，啊，若吃油草的，迄个叫油王，啊，迄个油安尼分别。哦，啊，若你遐过去中国记载是讲五谷王的，因为这个油王的速度是六二度的，六二度是透明的，透明的，所以吃这种物件来看，会知影迄个气行到底，所以伊才发现迄个油啊。哦，啊，在要改变咱这底层的这个病苦，哦，啊，所以伊讲一直看，看到迄个甘露啊，迄款药草啊，叫伊中国病苦的，遐个作一个名字到底，讲名到尾椎，名到尾椎啦吼，尾椎，讲起起鱼啊，当时啊，鱼鱼村，哦，是安尼，传说安尼讲啦吼，啊，有影无影，这咱唔知影啦吼，哦，安尼看，所以。即神农叫做阳地，吼、哦，啊，即木来会生啥？木来会生，吼、哦，哦，火来会生啦，火会生土，所以乾卦叫五地，五行中央五气托上五，吼、哦，所以乾卦叫五地，吼、哦，一五地当然伊嘛发明出这啦，吼、哦，哦，啊，即咱大家读起就较知影，所以咱即卖现在，咱现在人大家拢讲，咱个炎黄的子孙，炎地。甲五帝的子孙，炎黄的子孙，咱是对啊，传来安尼个对。哦，啊，所以五帝了啊，五土来会生啥？会生金，所以交互这个金天地叫地地。好、哦，啊，金会生水，所以专属叫天地。好、哦，天地属火，火地。啊，所以叫做木生火，火生土。金生水，啊，哦，安尼个，这个是五帝，啊，到遮，啊，这个呢，地壳，啊，这个壳，啊，叫做地壳啦，哦，地壳，这个就是哪呢？这就是，这个是孙，这个是孙，哦，哦，安尼五帝的孙啊，哦，五帝的孙，哦，啊，过来就东条。啊，医顺，哦，啊，贤富，这三个就是咱大家，咱一般人在讲的三界公，啊，三界公在在哪里？到天位提到在拜山，讲拜三界公，三界公嘛叫做三官大帝，啊，所以叫做尧舜禹，啊，尧舜禹，那另外接着。咱即摆即道吼，上天老母娘并三界公尧舜禹，甲咱地府求名天堂挂号。所以咱即摆若咧即道，迄、那个用天表文拢讲，即摆请三官大帝甲咱起天堂地府，起天堂挂号地府求名，就是讲三界公三官大帝。所以尧舜禹就是咱正位请到这块三界公。那么因为呢，咱即摆咧讲。这个是一边接着对伏羲啊、金龙、天冠啊，这个萧何啊、钻玉，吼、哦，安尼来到这，
安尼一个教的。那么呢，由这来甲介绍就讲，咱今日咱了解，这个咱中国的道统，中国的道统甲这个修明明中有五行相生甲相克，所以头啊相生运，尾啊相克运。尾也上色，所以咱中国的历史，咱若以人格长角看，咱就啊，所以人讲，人迄是我最近看本书写讲安尼啦吼，因为人迄个讲底，所以吼看会远，所以阿哥就是目睭先头前，所以拢有看别人，无看家己，所以见人大做正，互咱自明，互咱自明啦。啊，就做行，互咱看，咱家己讲，我到底是对个歹啊，对焦歹，无对焦，心情无安怎无？好，安尼吼，只得以历史，互咱，因为咱拢无迄个智慧，所以咱无智慧，所以唔知影智慧，所以才用历史，互咱增加智慧，才互咱知影讲，到底这个叫做历史的精髓。气甲衰，啊，福甲好，互咱办。所以因此呢，甲做这个物件。所以咱来一当以咱中国历史来甲看，安尼呢，自然就知讲五行相生甲相克。所以从这开始是相生，到转向，即相生。